我觉得我可以，因为我钓过威亚，我觉得我可以。可是我发现他不是那么回事。那我就求过于他。你说你好看还是我其实好看？我好看。哼，肤浅。没有鞋子了，鞋子被别的小姐姐穿完了。看看别人家的 UP 主，看看人家。现在看到的是王小莫版 plus。 其实我跟你们说，我拍美人关的时候就有点肿，现在可能是美人关的 plus。 好啦，我们已经收拾完了，整装完毕了，现在呢我们马上就要出发去我们的淘宝造物节的现场呢。这次淘宝造物节的现场听说有3万多坪，是一座3万多坪的东方奇幻古城。我也不知道3万多坪有多大，但是听起来好像很大的样子，一会儿我们去看了就知道了。然后这次淘宝造物节它展馆的开放时间是7月17号到7月25号，总共为期时间呢是9天。化了妆是不一样哈，化了妆是不一样吗？哼，肤浅。哇，看到没有？哈，我们终于进来了。看我手上的这个是什么？我们拿到了这个遗失的宝藏的一个图册，我们现在可以根据这个图册上面的介绍进去寻觅我们的宝藏了。走，我们现在要进去了。藏宝图。小女是这里的水母精灵，只要姑娘到找到水母箱，然后在水母箱前用手模仿水母游泳的姿势拍一段视频给我，小女既有神秘礼物想送。哦，大概是哈。对，谢谢，那我再去其他的地方打探一下消息。姑娘多多寻找线索，尽快寻得秘宝才好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姑娘慢走。好，走。你说你好看还是你自己好看？我好看。拜拜。我现在在穿世界上最安全的一件衣服。这个扣子是一个锁扣，它这个材质它真的是用石头做的，但是我觉得它还有另外的一个名字，我觉得它应该叫做史上男朋友最放心的一件西装，因为它真的很安全。上面写的是赛博朋克风的旗袍，这儿就是它，好酷啊。这个有20斤是吧？没有，18斤。18斤，没有血力。它真的是，对，它真的是金属，它不是说你看起来它是假的，它真的是金属的，很重的。涂完甲之后，不可能说就不要戴。啊。就放在我的肩膀上面了。然后像他们这边的小姐姐，看他们穿的就是非常符合他们尺码的标准尺码，所以他们穿很久都不会很累。这个藏宝盒看起来好神秘的样子啊。什么是创造力？这就是创造力。Later.
验一下古时候的我们的大侠飞行的感觉。来，我们击鼓为号，走。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找的地方，应该是啊，我们去看一下人类跌落梦境。可以，它是靠那个风把整个人吹起来，整个人吹起来，我害怕呀！看看别人家的 UP 主，涛涛，台下的所有人头发倒都，第三个，看看人家，我也想要那个灯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淘宝造物节真的是见识到了很多有趣又实用的一些宝藏。对，然后咱们这次造物节的限时时间呢，是我们的7月17号到7月25号，仅在此期间，然后大家一定要多来探寻一下我们的宝藏，可谓是吃喝玩乐五脏俱全，什么都有，大家记得一键三连哟，这是我们近期真实的第一条 vlog， 希望大家喜欢。